难得同公司嘅男神同事食晏，就梗系执得靓啲啦。衰就衰在多咗两个妹妹仔喺度做电灯胆咯。哇，莎莎，呢个龙虾睇落好好食啊！我孝敬你嘅。哇，你真系客气嘅啫。一嚟就整只龙虾俾我摆，都未想喺男神面前拿手唔成势啫，想食花生冇咁易啊。哇，这个龙虾真的超大只，跟蒜蓉超夹咯。来 ，Ivan BB， 我呢个你的。喂，虾兵蟹将宝嚟啦！哎呀 ，Oris， 头先你咪话肚饿嘅，你先吃啦。多谢你嘅。